哎，你别喝了！哎呀，行了，干什么呀？身体不好不能喝酒，不知道啊？甜甜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一定会理解我的初衷的。我们这个家不能散，不想跟你离婚。我去，我去。师兄，师弟来了。师兄，辛苦了啊。没事。叔叔，这是我从我们山里边洞霞山给您打的矿泉水。这个泉水里边呀、啊，含有很多的矿物质，经常喝呢，可以健气补身、凉血化瘀的，尤其是对三高的病人大有奇效啊。给您打一点。像叔叔现在这种情况，最适合喝这样的水的。阿姨，每天吃饭之前给叔叔拿一杯这样的水。最好能配上这山里边，原生态的五谷杂粮一起吃，它有双重的功效的。有机会跟我一起到山里边啊，拿这个做汗蒸，每个毛孔里面都能得到滋养。来，您尝尝。你请看，干什么呢，田东？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你今天下山根本就不是想来团圆的，是吧？合着你刚才声泪俱下演了半天，那是在演戏啊？搞半天你是来拉人头来了？你疯了吧你？不是那个田东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。山就不上了，你看我爸这腿脚，啊，你就多下来几趟，给我们多送送就行了。哎，山还是要上的，这个泉水呀、啊，打新鲜的喝最好了。哎，有机会你们全家一起去，尤其是小朋友，从小喝这个，以后头疼脑热连打喷嚏都不会的，你相信我。你够了吧，田东，你坑自己儿子还不算是吧？还要拉一大堆人给你垫背啊？何家荣，你们家打印机呢？我现在就把离婚协议打出来，你今天必须给我签了。民政局一上班，我们就去办手续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签这个字的。你回来，你回来干什么呀，田东？你今天来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啊，又不愿意下山，又不愿意跟我离婚，你想让我下半辈子一直守活寡是吧？你太过分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不给你签这个字的。不行，都想走。哎呀，你回来，你必须给我办手续。你干嘛？谁都不让我师兄，师兄，你快走。田东，你回来。不许动我师兄！别动手啊，在这儿啊！王八蛋！
你干嘛呢？跟这坐着不睡觉？谁的头发？啊？我问你，这是谁的头发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那佳琪的。呸！佳琪回来到现在没有洗过澡。那怎么就不能是以前留下来的呢？那要是以前留在那儿的呢？我走的时候把地漏清理得干干净净的，放了两瓶管道疏通剂进去，不可能反流的。你说，谁的头发？行，那我说你别多想。我不多想。他这个事儿听起来吧，他比较复杂，但是绝对不是看起来的那个样子。那是什么样子？但是，哎，旅行社，就旅行社那个项目，他封单是吧？啊。我就知道是他啊！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儿。他那个项目我是没法推掉，他之前那个程序就是我做的，那他现在要升级呀！我就知道你跟冯丹之间有事儿。哎呦，我跟他之间没事儿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呀！你俩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你俩没事儿，他来我们家洗澡。不是，她老公家暴啊，那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这次打得特别狠，打他鼻青脸肿的，那他跑到我这儿来的啊！家暴啊！你挺会找理由和借口的。他没有父母，他没有朋友，他没有兄弟姐妹啊。好，就算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啊。这大街上有酒店吧，有旅馆吧，他还有办公室吧。他怕他老公找着他吗？不是，那他老公会去骚扰他父母啊，骚扰他朋友啊。那他跑进来的时候，他也没带身份证呀。怎么就轮到你了呢？啊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跟他很熟吗？不。就是因为不熟，她才跑到我这儿。她老公，她找不着她吗？不是。好，你自己想想，啊，你这逻辑可笑不可笑？你跟她不熟，她来我们家洗澡。哎呀，好，就算你说的都对，好吧？她被家暴了，报警了没有？啊，就算躲，临时躲一下不要紧。她在我们家住几天啊？没两天，是猫啊啊！两天掉这么多毛啊啊！我给他打电话，你别给他打电话，哎呦，行了，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别挑事儿行不行？我挑事儿啊？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告诉我你没事儿，你我相信吗？你俩要真没事儿，我就从这跳出去。你俩不是一天两天了？有事没事你不知道啊？你不在家里装了两个摄像头了吗？你自己到处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咱既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那咱就把话说开了，你也别演了，我也别演了。咱别假惺惺的上那地漏里还抠什么头发去啊！你这已经拍着了，你就拿出来给我看。哎，电脑是吧？来，你干什么？不是你干什么？你的电脑里不都有吗？哎，电脑里有什么你拿来就看好吧，咱谁都别藏着啊。我回老家那回我都已经知道了，你不看那车里装两个跟踪器吗？你全拿出来，咱们一条一条的过。你早就知道了是吧？你一直在骗我，你跟我演了三个月的戏，你这个人渣，你就是个骗子！我骗你什么了？我骗子？怎么？你干什么？就跟你没骗过我似的！我就没骗过！再说你没骗过我？我没有！当初你就骗我，你说你怀孕了，你还骗我说你打不了胎呢，你还说你妈得了绝症不能受刺激呢，你还骗我说怀孕了一个月可以同房呢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说过，我就是没有说过。你血口喷人！你别跟我说那个啊！咱俩今天一码归一码，你要真要录了什么了，你就摊上来给我看。我没你那么有心机把什么都给录下来。那你说说你啊，为什么预产期过了一个月，佳琪还不生出来？她在你肚里待着高兴是吧？在你肚里待一个月，她舒服是吧？陈丽，你给我滚！
你给我滚出去！你干什么呀？你给我滚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爸，有床单吗？小猫尿了。我去给你拿。爸，你这平时还得多走动啊，要不你这个肌肉萎缩了可不好啊。嗯，对。要不要上厕所呀？嗯。待会儿我跟佳茹带乐乐去上课，老师在家守着你，啊，你有什么事就喊他。爸，您中午想吃点什么，让我妈给您做。您要是不想吃面条，就让她给您叫外卖啊。呀，哎，这面条。那好，那我们走了啊，快，时间到了。好，行，爸啊，先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爸？爸，这存折您留着吧，我们现在不用钱，房子也不买了，我们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中产阶级。不买了，不买了，收回去。老心，老心，拿着吧。谢谢爸。妈，你这都折腾一早上了，你大扫除啊？这家不干净，我住不了。你别干了，我得请个小时工来弄。小时工。还小时工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好不容易放假回来一趟，咱们去商场走走，逛一逛，散散心，咱也放松一下啊。放下。妈，咱出去转转吧，你在家里怪难受的。妈，你不是说要给我买冬装的吗？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。现在就走。大家好，我叫叶乐乐，我今天要给大家背一首阿拉伯诗歌。你不再是你，时光不再是时光。法拉埃托鲁埃托鲁基，我的麦卡努呼瓦的麦卡努，拉基纳沙眼，搞得他看背影了呢。
怎么了？是不是这段有点太短了，镇不住面试官？要咱背个整个整段的，两三分钟的。不是不是，这时间确实太短了。这孩子背几个单词倒是挺好的，但是这背诗确实是困难了。啊，我听着还行啊。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提高的吗？背诗就算了，这个也听不出什么好来。但是内行人一听吧，就是知道是刚学的。要不然乐乐唱歌吧，阿拉伯语歌，阿拉伯语歌。还另外加钱吗？不加，我教他。行，才艺双全，挺好的。哎，妈。妈，这个适合你，你看。我什么时候穿过这个呀？冬天穿更冷，夏天穿更热。我不要。你这平常是用不着，但是南方用得到啊。你说你这买菜啊什么的，胳膊也方便。妈，你就试试嘛，好看。你试自己的衣服去。服务员，你好，这些需要包起来吗？不要。那我一会儿再叫你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那孩子说的对，那南方的冬天，冯丹的事情没有说清楚之前，我不会走的。那佳琪怎么办呀？他在上课呀。一码归一码，我不会拿他的命运绑架你，你也不要拿他的前途胁迫我，行吗？住在杨木斯库的话，苏克米莱比日埃斯马了。是哦。住在杨木斯库的话，苏克米莱比日埃斯马了。哇哦！哇哦！加油加油！厉不厉害、啊？乐乐，你把声音放出来，你得让老师听见。苏克米莱比日埃斯马了。好。好。你也太牛了，阿拉伯语都会唱。虽然我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这都什么意思啊？真买有卖苏卡库达，苏卡买阿米阿夫兰。阿夫兰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给标注的中文。叶一凡，这你都想得出来啊？这不是我主意啊，这都是你姐们主意。我这也是被逼上梁山了。等乐乐考试通过了，我和乐乐一定头悬梁锥刺股，把这阿拉伯语学好了。得了吧，别跟我这表决心。乐乐问题是就会这一首歌，那人家在学校面试更注重的是口语环节。那回头老师要问乐乐小朋友，你跟老师说说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，你不能说老师我给你唱首歌。能啊，我就说老师我给你唱首歌，你就明白了。唱完之后我就说我妈妈是拍纪录片的，从小妈妈就教我唱这首歌，听华少水不舒畅，而是大自然。哦，太厉害了。那老师再问你，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？我想在葡萄树下弹着琵琶唱着歌，遇到最心爱的姑娘，和她一起种更多的水果。天哪，这段是我设计的啊，我连我孙子以后干什么我都帮他设计好了。叶一凡，你这是万能模板是吧？我真服了。但是老师说你别唱歌了，你给我背首诗啊。对呀、啊，背首诗。乐乐，来一段。来，乐乐加油。老师，我给你来一段配乐诗朗诵，你看大家更有气氛哦。好嘞。如来要木苏卡库达拉瓦，苏克米来比日埃斯玛拉。他们俩最酷了，啊哇啊！我死了！一样的模板，再来一遍。
老师能听懂才怪呢。我都有图案了，不一样啊！啥的门？佳琪，比预定时间提早5分钟以上抵达，都是对时间管理的失败。闭嘴吧你！走。你帮我选一个吧，800块钱以内的。那就要799的了。要塑料的吧？为啥呀？木质的不是更好吗？南北方湿度差异这么大，你把这给买回去，使命便行。我不回东炉了。真的假的呀？我妈跟我爸打架了，我妈怀疑我爸外面有人，肯定就不离开平城了。嗨，这都大人的气话，你怎么还信了呀？幼稚。我妈最担心我爸了，她肯定看得出来。田东镇我又联系不上了。哎，肯定是又滚回山上去了。他对你啊是真爱，那天在我们家哭得那么伤心，我都差点跟他流泪。你们两个呀，除了教育理念不合，其他的真的天造地设。教育理念不合，那就是三观不合呀。他要早跟我说，生个孩子就是不折磨不成才的话，你看我给他生吗？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让他滚远远的了。世界这么美好，我好好享受不好吗？你呀，就是被他给惯坏了。你哪知道人间疾苦啊？11之后我就跟他起诉离婚去。合就合，不合就分呗，这么拖着我，这不耽误我的大好青春年华吗？哎，你真的决定了？我这两天还在琢磨呢。你说你们俩一直这么拖着，也得给人宋总一个交代呀。宋潇，我跟他交代什么呀？我这边啊，怎么样都跟他没关系。哦，你这话可是太不负责任了啊！哎呀，你看着吧，他列的是你，你得小心点儿。去得了吧！哎，行了，就这套吧，挺好看的。哼，这种事儿你得信我。那天他请我吃饭，足足让我等了2小时。哎，就这么晾着我，你说他不是故意的吗？你说他是不是那种情场老手，欲擒故纵？得了吧，你看着啊，11之后他就得给你挑了。他敢挑，我就敢嫁。我们家叶一凡总说我浑身上下散发着良家妇女气息，没人看得上。我倒让他看看，让他开开眼。我跟你说认真的，我也是。哎呀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行吧？你陪孩子逛个街，你至于打扮那么精致吗？那不行啊，田东总不下山，我得随时随地给自己创造机会。田家孩子，你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，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没有男子风度呢？啊，你可别怪乐乐，我作为一名良家妇女，我都不耐烦了。赶紧的吧，赶紧的，走走走，逛街去。逛街喽，逛街喽。我说说，你这才回来几天，你干嘛？你忒心急了！来来来，给我给我。住家，关机关。哎呀，你扎什么扎？你就你这准头啊！你扎不好，再把自个儿给扎进去。赶紧的，喝口水啊！然后下地练走路去。爸妈，哎，一会儿你们先吃啊，我出去一趟，可能回来。哦，好。呦呦呦，看看你，搁哪儿？搁哪儿？你管他去哪儿？你可真操心啊！来，下地练走路啊。来，妞儿，
让大爷看看。哎呦，这小点蜡黄啊，透支了。晚上出去喝一杯，媛儿姐能放不？能。哟，媛儿姐开恩了，我还寻思着这七天都见不着你，得等到假期结束呢。我们冷战的，今天根本不理我。就是我现在喝多了，在小区里裸奔，他都未必能看我一眼。为什么呀？你怎么把人得罪成这样？冯丹的事儿他知道了，我们俩因为这吵了一架，差点都动了手。这么严重？你跟冯丹被拍下来了？拍下什么？拍下来了？什么都没拍着。我们俩什么都没干，能拍下什么呀？就那天那猫生崽子在那卧室。哎呦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说你装监控就装监控，你留死角干什么呀？那厨房都装了监控了，那卧室为什么不装呢？没拍到实质的就好。嘿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也不相信我？不是，你这孤男寡女的，在一个屋檐下那么多天，人姑娘长得跟我媳妇儿不相上下，你这又焊着呢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都不相信我，我也解释不清楚了，是不是啊？要不这么着，哎，我把我跟冯丹的一年半通讯记录、微信，我调给你看，好吧？你看有没有一句过分的话？你一条一条的看。我不愿意看这个，我是站在圆圆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啊。我这一年半没少互动啊，还小红包发上了啊。不是，你这小表情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害羞小表情，这能说明什么呀？这个还有捂嘴的。不，捂嘴怎么了？这你呀，甭给我看这个，你给圆圆看去啊。我是想给圆圆看，能给圆圆看，他肯定说了，你把敏感东西你都删掉了呀。对呀，你为什么删掉呀？因为我什么叫我为什么删掉？你是不是我跟你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我揍你？我这啊，圆圆是不想回去了吧？那佳琪上学怎么办啊？现在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呢。他说了，让我现在给他个说法。给什么说法？下不为例，永不再犯，还是不会让你挥刀自宫吧？都别瞎逼我，只要不是这个啊，你就给个说法呗。不是为了孩子吗？说句软话，你能少块肉啊？说软话有用吗？说软话有用，我不就说了吗？问题就在于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有用啊！哎，走走走，喝酒啊！哎呦，喝点拉倒啊！你长点心吧，明天就六号了，坐火车就得走了，坐飞机最晚后天，否则孩子上学就来不及了。你呀，老老实实回家磕头认错。不是不是，这事儿我都想好了，大不了啊，我带佳琪回老家去，不就四年吗？我不指望你行了吧？幼稚啊！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找谁喝酒去？再说了，你去那边能干啥呀？找不着工作，喝西北风啊？你借钱是别指望我了，我这还不知道找谁借呢，啊？老老实实回家，走走走走。吃饭呢？啊，怎么吃好了？再吃点吧。饱了。我洗个手去啊。哎呦，都是家乡特产啊，我有口福了啊。嗯，好吃。不过啊，从明天开始啊，别做这些了，这些给我留着，等回头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啊，我自己做着吃。给佳琪呢，做点他那边吃不着的，啊。
看看有什么你们想吃的，要用的跟我说，这两天咱们可以一起出去买一买。哎，爸，我走了啊。干嘛去啊？哦，那个翟小美给我送了根音频线，我下去取一趟。你回来把行李收拾收拾，这两天要走了，别什么什么都找不着。我妈同意要走了吗？我总不能一个人回去啊。走了啊。睡呀，妈睡了。嗯，来，哎呀，你让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就要不出。你看人陈丽良和的，那可是长期两地分居。我这年轻力壮大小伙子能跟他比？我多年轻啊！年轻你就比他小一岁好吗？一岁也是一岁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种事情就不用谦让了，必须严谨。哎，你说你们兄弟两个平时亲热的跟个连体婴似的，你说这圆圆一回来，啊，面都见不上吧？哎呦，男人呐！你们女人啊，哼，真是冤枉陈丽了。她现在啊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想死啊？那圆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那还不得多亲热亲热呀？你知道什么呀？算了，不能跟你说。什么呀？连我都不能说啊？原则性问题绝对不能说，我不能背后嚼我兄弟舌头根子。你说不说？打死也不说。行，我走了。冯丹，你认识吗？冯丹是谁呀？那旅行社那个女老板娘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公司吴总的那个法国签证就在那儿办的，叫什么？易峰旅行社。对。他怎么了？他在陈丽那儿住了好几天。啊！说这种事情怎么处理？让不让冯丹来？解释一下，做个证。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傻呀？哪有人没被捉奸在床就主动承认的？行啊，何家，挺有经验的。哎呀，你让人来了怎么跟圆圆说呀？阿凡说，圆圆姐，我跟力哥是清白的，我们两个没有上床，我就是在你家借住了几天。我跟力哥那是孤男寡女，心如止水，干干净净，清清白白。我可以证明他，他可以证明我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你信吗？
我肯定信。你信有什么用啊？圆圆能信吗？那圆圆肯定不信。那不就得了？反正这种事儿吧，怎么说都说不清楚。这拍下来能证明有，拍下来就能证明没有了。空口无凭，只会越描越黑。除了死不承认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可圆圆说了，那这事不讨个说法，他不回东儒了。那也不能来。人要是不来，时间长了死无对证，圆圆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多心呢。哎，要来行，只有一种情况是最安全的。哪种情况？那人长得五大三粗，跟李逵似的，一点女性特征都没有。那不能够，冯楠长得可漂亮了，比你都好看。哦，不是，差点赶上你好看了。那更不能来了，那圆圆能不胡思乱想吗？我们不胡思乱想。那怎么办啊？那你说这事僵在这儿了，明天就六号了，那这圆圆不回去，那佳琪这学还上不上啊？哎，我发现你真傻。这件事情上，你跟陈丽两个人智商加起来都不到一百。圆圆是谁呀？佳琪的亲妈，她能拿自己孩子当人质？哦，杀敌一千，自损一千二，不让孩子去上学？怎么可能啊？我觉得，我敢跟你打赌，圆圆肯定早就买好火车票了，就是故意吓陈丽的。哼。你干嘛呀？我跟陈丽说，别着急上火了，查查圆圆购票记录。干什么呀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立场有问题，我不能助纣为虐，我得站在女性同胞这边。媳妇儿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狭隘了？你不是一直格局挺大的吗？你要站在真理这边啊，帮理不帮亲。真理啊，所有话就听你一个人说了，谁知道是不是罗生门？再说了，那陈丽啊，带了一个。都快赶上我好看的女人在家里住了好几天，也不主动汇报，就得让她吃点苦头，长点记性，以后就知道检点一点。对，行了，我睡觉去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干嘛呀？别走啊，你说点事儿。过来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就是如果呀，假如啊，这事儿不是真的，就假如，就如果这事儿呢，就。发生在咱们家身上，有一个长得比你还好看的女的，在咱们家门口，咵一下就晕倒了。我家里又没有别人，就剩下我自己个儿了。那你说我是救啊还是不救啊？嗯，我看看，看看看看啊。这聂小倩啊，也不是谁家墙头都爬。媳妇儿，你又干嘛呀？你看，我沙发挺宽敞的，过来玩一会儿再走呗。滚！自驾游可怎么办呢？你快帮我想一想。哎，人类的悲哀果然是不相通的。我在为孩子能不能挤进一年五万块钱的私立小学愁白了头，有人呢，却为能不能带孩子自驾游在这儿哭天喊地，太不公平了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。是是是，我都忘了自己还是个瘦死的骆驼，我应该照顾一下马儿的自尊心。哎，你们小区不是一堆活骆驼吗？找他们去啊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们家后院，我赶他借去。
你好。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，发型还跟去年一样，把梦揉碎敲塞给甲方，终究没派上用场。享受的快递总在路上，秋天又在了，心情已正向，窗外人浪像片海洋，还能不能迎头赶上。时间的手拉着少年郎，不再是来时的匹马单枪。我们曾怎样遍体鳞伤，回忆不会比生命更漫长。好吃的饭在餐桌上光，在窗台上日子过得漂亮，喝一碗热汤，烦恼都化为过场，幸福回到想去城市的灯火昏黄，邀请你跳一曲素绿所往，后半夜的风有些微凉，我们的手不能放，好多话还没有讲。彼此的臂膀。